天。姓名啊，美妮。蛋糕啊，这名有意思啊。家在哪儿？家在腋下。我问你家在哪儿？不家在腋下吗？家在腋下，你看。哎，医生啊，我最近耳朵好像有点堵，你帮我看一下。我看。小伙子，你自己来的，爸妈陪没陪？你成年了吗？满18了吗？啊。那既然你成年了，我希望你能承受住这个打击。你很有可能是双耳失聪。不可能，医生，这不可能。小伙子，我从业15年了。医生，怎么办？我找到市场，救我！救我！啊！救我！你说啥？那你大点声啊！医生，你先忙啊，我妈炖了排骨，我先走了啊。那挺大小伙子，说话一点底气都没有，你大点声啊！下一位。抖音